好嘞，团队突袭卡拉里，主打任务继续啦。什么枪？怎么大部分都不是我要用的枪？好像只有40我想用，还有 MP5 啦。我们玩40好了。我们这场只有，我们这场是三打三嘞，好像是走这边。我们三个玩家，哦，对面四个，我们只有三个。哇，我们最后一个队友去哪了？哎呦，好嗨呢那个！还要冲下的意思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跑一下。前面11个，是了，正中间的，还有两只嘛，一只在中间，啊，两只都在这里。哎呦哎呦哎呦，镰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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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！哎，可以可以，还有队友有冲，哎，小心要注意啦，惊死人。就是说雅思感觉很适合稍微增肌，什么是增肌？你说肌肉是不是？我是消化，好像是消化的问题，所以一直吃不胖。抱歉。对，100公尺跑17.3秒，还不错啊。20秒内，我觉得还算 OK 啦。我是一直好像胀气的关系吧，吃比较少，胀气就吃东西就会比较那个，肚子比较不容易饿啦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是我食量小，结果后来去看中医才发现是我胀气问题。然后吃了点中药，稍微胃口好一点了。怎么三个队友全部堵在这里是怎样？玩家是丢手榴弹的所在呢？他到底要不要过来 ？First blood！ 哎，糟了他。倒了！哎呀，可惜队友只剩下一个了，不然我打倒一只了。羞愧，可惜呀、啊！看一下有怎么样 ？MP40，、啊、应该没有用的吧？好，啊 ，MP40 吧。抱歉，头盔。跟我姐一样吃不胖，也是胀气。我不知道是，我之前不知道是胀气啊，我以为我就是单纯吃不胖，吸收不好，或者是可能胃口比较小之类的。后来发现应该是胀气，我猜啦，应该就是胀气。反正先把胀气问题解决，看一下我会不会变胖。就半年过去有没有？我突然发福，变肥，变一个人有没有？超肥超胖。后面有一只来，敌人绕到后面去，哎 ，First Blood， 都被我们队友打倒了。啊，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，偷偷跟在后面。我下来一只，有一只去中间了，中后这里，哇，拿错枪，不过算了，我枪没有放对位置，1.6公里，9分钟，我倒没有去，好像没有测过什么1.6公里。哇，男生是多少？4000吗？还是2000？我忘记了，2000公尺之类的。想买个这个看一下有什么。OAK， 好，换 AK 啊，来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突袭 AK 伤害多少。刚刚在勾手堡垒打身体只有16。哎呦，好多只！哎呦，还要冲，还要冲，还要冲！
左边有一只。全部挡在这里，等一下呢。结果被队友这个凝胶挡住了，真是的。还有打三 ，AWN 可以吗？哇，完蛋，这个 AWN 好像不太行。这个 AWN 连我不会玩狙击我都觉得好像不太行哎，他是 AWN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他真的不行，他真的不行，他要死了。他怎么会冲去人家的凝胶后面呢？不行不行，他这个 AWN 真的不行。不知道他是他自己买还是捡敌人的、哦。如果是自己买，我会觉得超浪费钱。我会觉得，如果你要玩团队突袭，尽量找自己擅长的枪，然后是可以确实杀死敌人的枪，随便不管连发单发还是什么发都行。对，周润发也行。对，反正就是选你可以杀死人的枪，比较容易杀死人的枪。而、啊、你如果选你不擅长的 AW， 然后我们又是输的，快要输的情况下，那就会觉得又浪费钱，然后又没有帮助，这样。我觉得是这样。First blood。 他怎么枪被捡走了？救我 ！Scar 被捡走了呢？那边有人，86。他是跳下去了，好像是他跳下去了。哎呦，跳错地方了！啊，是啊。准备 ，A 打分是怎样 ？Double kill， 跳过去了。对，就点到底就对了。哎，哦哦哦，好多东西，好多东西，吼、哦哦哦、！AWN 呢、欸？不捡白不捡啊！哎、欸，啊，我没有捡到啊，那三级头丢出去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们要什么？我什么？看一下，好，你们要买给他，好的，买给他，好了，加得急。我目标是超越这个老师有点困难，毕竟他擅长长跑，然后专门长跑。周润发，对啊，看你是要什么发啦，都可以啦，反正你打的死人最重要。有人，First Blood。他是躲到里面去了，我不确定啊，丢一颗再说啊。还有两只，楼上是，感觉他在楼上。看到了，在后面，在我去后面，楼下一只，一打二啊 ，Double kill。他是不知道我在哪里是。
好，结果这一局四个都我杀的，四一杀输出3500，感觉有点累。哎，有一个队友输出不到200，好了，至少前面有1800的输出，感觉这一场输出都我在扛。对面好像有三个输出都破1000嘛，我们这边只有两个输出破1000的，我还有一个输出将近1000的。嗯，可以，看一下。